Hey, 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 Hello, 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今天我们带来是杰拉奥拉的一个实战解说。好，那这一场呢，可以看我的持有物带的是哑铃，因为我们走线嘛，那我就呢带哑铃。那这样的话，在后期啊，中后期伤害会比较高一点。那么我呢，在这一场呢，其实前期蛮可怜的，蛮惨的，基本上啊，没什么发育可言呐、啊。那本来前面啊，想要去坏，要去反对方的野怪、啊，结果呢，很可惜，都被对方给拿走。那这一个是被砰砰给拿到，是 OK 的。那我就在这里啊，闲晃，想说要找机会去投球，可是因为我身上有八颗球啊，所以呢，也投不进去，那就导致呢。就是变得很尴尬，那就只能继续吃野怪这样。那为什么不前面马上就去呢？因为啊，前面呢这个妖鼠该死，这个野怪被拿走。因为前面啊，我想要在争夺中间的那一只龙虾啊，比较贪心一点，又不想被对方拿走了，所以就没有直接走到对方的这个塔内。但是我现在身上已经有13颗了，所以基本上是。这个节奏其实有点乱，有点跟不上节奏啊。那我在这边呢，就只能等待这个对方啊露出一点破绽。那这边他们的打已经过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在丢完技能的时候就赶快的连滚带爬交闪现往后走。那对方也是电猫打野，那我就在这里等待。但我们的对手是仙子精灵啊，他有一段这个位，因为他带的是鬼火啊。然后加上他是属于 poke 型，我其实有点难接近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呢在观察对手的位置，但他们都靠近塔内，所以我也不太可能去投球。那我就必须呢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就直接先拿一下啊自己加队友的野怪。那我们必须赶快上到六等，因为我们要带电光嘛。那电光的电猫在六等的时候其实就有打架能力，但如果是带福特替换的话，六等的打架能力是有点这个弱的。那其实呢，注意一下，我这边到中央野区这边来吃东西会有点本末倒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大野呀、啊，反而被对方给拿走了，而我这边呢，想说啊，要抓一下后排，但。对方的妙蛙种子也是逃走了，所以我也没办法绕后去投球，所以整体人在前期的节奏是相当的尴尬，被对方呢打的是一波又一波啊，有点可怜。那我们只能够等待打野的协助，或者是对方发生失误、啊，那么就继续的待在塔内。那时间呢，来到第二波蜜蜂，第二波这个熊熊战的时候、啊，我这边呢看了一下，对方怎么还是妙蛙种子？明明对方就，你懂吗？他们明明就是比较有优势那一方，但不知道什么是妙蛙种子。那这边成功的收掉妙蛙种子的时候，太棒了，碎啦，碎溃啦，就是安内啦，哦，赶快的去投球。那这边投了一次嘛，那马上呢只捡一颗，捡一颗头哦，赶快把哑铃叠起来。那可以看仙子一步也抓了一个这个投球的时间呐、啊，不过呢，由于他没有那种就是戴眼，他基本上不太肯戴眼镜，所以如果以投球来讲的话，我投到球、啊、会比较赚。但这很可惜，白砰砰呢直接拜拜了啊，砰砰拜拜。那我呢也还没有八等，如果有八等的话就比较好打。再打妙蛙花，如果是带花棒妙蛙花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我们电光呢再加上这个疯狂福特啊。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好打花瓣舞的妙蛙花，因为他丢花瓣舞的瞬间呢，我们就直接用疯狂福特哦，直接开打，那处于无敌状态，他也打不到我。等到啊，我几乎已经停下来的时候，他血量已经剩没多少了。那这已经快来到了八等，所以呢，我就将计就计，赶快吃一吃。但也是因为太心急，想要到八等，所以刚刚上路呢被。妙蛙草给投到了球，那这时候我们打野过来 gank， 太棒，水亏了。那我这边呢，终于拿到了疯狂福特。那趁着对方逃走的时候，投机悠悠的时候，早干嘛逃啊？我赶快
把这球给投进去。那现在呢，投了四次，那剩下最后的五颗球，那我这边应该是有办法投进去。对方呢在下路应该已经开吃爆士龟了，但结果呢下路是我们呢的打到领先了。那上路的话，来我们注意一下，在吃这个骆驼姆的同时，右边怪乖龙叮咚，请问你哪位？你找谁？我直接过来一顿暴揍。那对方的先子一步对于投球相当执着，那这边他已经八等了，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有个大招在。那他这边的开完大招之后速度会变快，那我用电光再加上闪现这边往前推，但很可惜差一点。那妙蛙吵过来，我毫不客气直接大招给他抓了。那在这个电场内打的话伤害会比较高了，那我这边呢已经投到了第五次了，所以我的哑铃呢剩下最后的一层，那这边呢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是可以把它投进去，然后就完成了哑铃毕业，谢谢。那现在我们的伤害呢已经来到了一个急剧化了啊，急剧化，基本上啊我真的是看到谁都可以秒啊。那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上半部影片的重点就是看我怎么样被压制住。那有一些小细节失误，所以导致呢，比如说啊，为了贪心吃一个野怪，被对方一直投球啊，对方一直发育什么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下半场呢，我们就要看一下，那我们是怎么样海扁对方的？来看这里呢，我一个人挑四个没问题，当然是没问题，直接粘上去 ，bang bang bang， 砰砰砰，抗抗抗，咻咻咻，嘣嘣，咻咻嘣，这个抓起。好，那这个因为刚刚啊，看到队友啊，这个一窝蜂人他妈挤在下路二塔，都不知道搞什么东西，想说呢，看能不能收割一下。好了，那这个会战呢比较值得关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时候啊，我们要用一个战术，就是队友请帮我骗。招的战术，来，我们就在旁边看哦。电猫丢大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边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后排，先抓一下这个砰砰，血量比较少。凤凰不特收掉之后，对方已经没招了，换我丢大招，咚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闪电五雷轰，咚了。那这边花呢是走不掉了，凤凰不特收掉，剩下一个电猫普攻一下带走，没问题。那下路的这个暴士龟呢，还不能稳稳吃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对方的人又复活了，这边有一个快龙，我们要注意的是快龙的破坏时光哦。那这边呢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，那你可以看哦，破坏时光来了，我马上用电光拉到白砰砰那一侧，这边再往后拉，快龙的闪电没有麻痹到我，然后我再回头用疯狂福特，可以看到妙蛙花已经挂掉喵了，整条命都要去了，这边我疯狂福特又好了，粘上去直接疯狂福特开起来，这边遇到电猫哇唰几雷惊照，那电猫呢是带这个电光再加上放电的，那其实这个版本啊放电你还是要搭配这个疯狂这个。福特替换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你会那一招放电拉人的话，那福特替换绝对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电光加放电，我个人认为，逃脱能力伤害也许 AOE 是算高的，但是逃脱能力偏低啊，所以我现在不太会这样带。但其实顺风啊，你带什么都很强啊，逆风啊，带什么都绕赛。好，那电猫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，是它的完全体要到达14等才行啊。那我们这下路呢，看到对手靠过来，那电猫使用了三次电光，它带的是放电，所以如果硬要打的话，是可以用疯狂符咒揍它的。那我这边想要先抓这白砰砰 ，OK， 电光粘到之后，马上再用疯狂符咒啊，现在已经来到了最高等级。那准备要来打这个极冻鸟，那这个电猫就傻傻了，乖乖龙丁强咚强，怎么会这个时候走过来呢？就蠢到他妈丢了一个大招嘞，对不对？这大招也没办法让他活下来啊，嗨不嗨？好、啊，还是得数的嘛，信不信？嗨不嗨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电猫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就是刷伤害嘛。啊，刷完伤害之后呢，能打我们继续打。这快龙居然没丢大招，就直接嗝屁啊！但是呢，快龙一定还有个大招在，所以等一下第二波车轮战的时候要小心。我这个大招是要思考一下。那看到了这个我们的鸟鸟啊，他妈太蠢了吧？他妈直接嘛两个弄扁那样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等待一下对手出招。这边先抓一下这电猫疯狂符咒，直接打死对方喵花丢大，我也跟着丢大，想要抢极冻鸟是吗？没抢到，没问题。这边再抓一个白砰砰，疯狂符咒粘上去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借由着龙虾反射到后面的白砰砰啊。好，那我当然呢是必须打架的 ，I like 打架，我最喜欢打架了。看到这快龙，我直接给他粘上去。这边一个卡墙，当作没看过哈。那这短悠悠、短悠悠粘上去之后，疯狂福特刷起来。但下路已经没有塔了，完了没球可以投了。那这边我进草，顺便等一下 CD。OK， 这边再出来福特，疯狂福特刷起来，撞撞撞撞。结果对方丢了一个大招，这边那还好妙花及时过来。不过对方妙花也跟过来了，普攻带掉。这边再进行躲草找掩护之后，等待一下 CD 电光普攻，电光普攻，疯狂福特刷起来，没问题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么凶悍啊！
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电猫啊，六个哑铃，哑铃六层叠起来是这么厉害，好不好？我只能说啊，佩服佩服。好，那这边呢帅刷起来，你有没有看到白蓬蓬啊？哦，你要是不丢大招了肯定得死啊。那这边这个电猫也是丢大招啊，在丢完大招之后，我就在后面啊跟他偷袭，有没有？慢慢打慢慢打，直接收掉啊。目前人头数已经，这个加助攻数都已经 double double 了，双十了，好不好？双十国庆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这一场数据是相当的好看的啊，打的也是相当的过瘾。希望呢你们看到也是觉得好爽好爽啊！这一场呢前面我是被压制的，后面呢直接一波爆发打回来。有没有看到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将相本无种啊，对不对？英雄不怕出身低啊，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到此结束了。那玩这个电猫，你可以发现我很常在做一件事，就是等 CD 跟躲跟等招啊，就是等对手把技能打掉，然后我再上前给对手一套啊。那如果没 CD 的话，就找草丛掩护。OK， 那希望大家有学到一些东西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